湾仔南屋手绘灯笼。在湾仔地铁站的 A3 出口向着这个石水渠街行，行到来这一道都是向石水渠街行，来到这里就是很独特的蓝色建筑物，有一座蓝色，前面那座是黄色，再行少少就很出名的湾仔北大庙了。其实行三分钟左右就到达这个蓝屋的了，你看到前面那座是蓝屋，后面那座是黄屋。咁呢个时间咧就六点钟，已经好多人喺度影紧相啊吓。咁呢啲今年2024呢啲就啲手绘灯笼嘅吓，咁好特别，所以好多人嚟呢度打卡。咁呢啲就系嗰啲手绘嘅灯笼啊。咁大家有时间可以嚟睇睇啊。咁嚟到呢度咧人山人海啊，咁都值得嚟嘅，行一行。咁如果行完之後，其實大家可以再行去呢個利東街睇埋啲燈飾啊，或者落去灣仔睇埋呢個感謝觀看火龍咯。記得訂閱香港背包，有新視頻第一時間通知大家。